时间出来会比较连续，我跟你一起歌，但是没关系，那么后头还有第一个环节的歌唱时间，后面呢会有比较轻快的一些歌曲来送给大家。那也希望我所有现场朋友们呢，也能够呢继续留下您的脚步呢，直到我们开个 Chris 的音乐之夜节目的尾声。那么后头呢，我们会有这个幸运抽奖环节，分成两个阶段来抽取今天晚上的一系列的丰富的嘉宾。还记得，凡是您有购买三支大瓶装的台哥 Chris 的面呢，就能获取一张的幸运抽奖的 Lucky Coupon 呢，来赢取今天晚上的一系列丰富的嘉宾。哎，回家好。来，接下来想带来一首歌，听过一首福建歌过后呢，想带一首广东歌。我想知道，咱们现场没有广东人，广东洋吗？掌声我听一下有没有？啊，一个罢了。客家人啊，客家毛，客家话毛毛毛本来讲嘛，要讲啊，哪要讲啥啊？客家话毛讲本来讲。OK， 那带来这首歌是说是一，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，应该有听广东的朋友这首歌，对大家很熟悉的，来自崔秀峰的一首歌《孙老一老》，来送给大家。谢谢。
送了一道，送给大家，告诉你的掌声。